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今天要进入《旧约》历史书里面呢，记载有关以利亚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八到十六节生命的转弯。列王记上十七章八到十六节，我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沙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沙勒法去。 到了城门，竟有一个妇人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为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 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可惧怕，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施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富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 果不减少，瓶里的有；果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这是以利亚呢蒙召到基利西旁之后，到西顿沙勒法的神迹。其实这段很多神迹的圣经里面最多神迹的地方呢，有三处。第一处，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十个神灾；到耶稣进迦南地，这个时期呢，很多神迹。 第二个神奇当然就是新约耶稣时代，耶稣一变赶鬼，这么多神迹在福音书里所记载的。第三个就是以利亚跟以丽莎的时代，这个特别时代是因为呢先知书的以利亚这个先知的最重要的人物跟以丽莎，他才是列王纪的主要的人物。上次所说列王纪有一个。 呃，有一个执政的公式是哪哪一个王执政多久？他妈妈是谁？然后死了以后呢，埋葬了行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罗波安或者是大卫。然后下一个王也是一样，好像呢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因此列王记是指的从一个王到最后一个王，呃约雅金。 从大卫死了以后到约雅斤的这四百多年的这个列王纪的历史，在这个列王纪上下这个历史当中呢，很稀奇，重要的人物呢，倒不是这些君王，重要的人物是亚哈时代从列王纪上十七章被俘召到基利西旁的以利亚，到王下第二章他升天的这个以利亚，后来以利沙接了以后，到王下十三章。 列王记上下的核心是以利亚跟以利沙，上帝透过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对君王讲道，上帝眼光、先知超过君王，所以列王上下的历史，它不过是舞台、是温床，核心主角却是先知。历史书是先帮先知书铺路的。 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变成列王纪上下的两个主要的人物。上帝透过他们，特别以利亚呢，透过他们要对亚哈挑战。要挑战十九章之前，特别是十八章之前，先在十七章预备他。十七、十八、十九章就看到以利亚，上帝呼召他要准备对亚哈挑战呢。实际上呢，作者是用几个第一 setting。 排场跟布局，十七章先到北边的腓尼基，在呢西顿沙勒法，包括呢基利西旁。十八章呢是在加密山，包括加密山下面的基顺河，跟巴利拜四百五十个拜巴利的假先知挑战。十九章呢是耶喜别一句话呢，以利亚就逃命到西乃山。所以七章是在腓尼基北边。 十八章加加密山十九章在西乃山。圣经的作者不只是用排场布局，他用对比。十七章之后的十八章是你发觉那个对比是亚哈跟以利亚的对比，十九章是以利亚跟耶喜别的对比。第三个他用重复，十七章就看到重复了。十七章第一节。 激烈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耶和华起示说，说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必不降雨，不降落。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然后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以后，亚以后呢，以利亚就去基利西二十七章十六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啊，然后呢？ 是，所以第十七章有三个剧情。他先到基地西旁，是因为上帝呼召他去。第二个剧情呢，是上帝对他说：“你应当去西顿的沙勒法。”在十七章第八节。十七章的下半段就是那个寡妇的儿子死了，结果呢，以利亚把那个孩子祷告完复活了。最后妇人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 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十七章，耶和华的话贯穿三个剧情：第一个剧情在西西,西旁乌鸦掉肉给以利亚；第二个剧情是在这个寡妇面前，因为上帝告诉以利亚，他就去寡妇那头请他养活他；第三个是寡妇的孩子死了，以利亚帮助他，祷告完以后呢，妇人口中说耶和华口中所说的话，透过你是真的。重复十七章有三次。 所以他用排场布局，用对比，用重复，目的是为了十八章对亚哈拜巴利的先知挑战。人生的上半场是为了下半场来预备的。那个上半场的预备呢，是你帮助一个寡妇生命转弯。寡妇在十七章这个第二段剧情就发觉呢。 他是可怜的人，是有母爱，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活下去。那人的母爱呢，非常感人，但是也非常有限。他呢，穷到一个地步，是我吃了以后就要死；可怜到一个地步呢，不像我们现在有消费券，没有消费券。你也听说呢，金融海啸的时候呢，德国的财主要拿枪自杀的，卧轨自杀的，甚至全家呢自杀的。 你看到人的爱有限，但是如果这个寡妇愿意听从上帝的话，把她仅有剩下的一点点面跟油先送给先知吃，生命会转弯，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只要你肯，其实十七章这个上半场决定下半场十八章以后的呢，都是肯。 以利亚肯听从上帝的话去对基利西旁，让乌鸦掉肉给他；以利亚肯听从上帝的话去请这个寡妇喂他；以利亚呢肯听上帝的话，让人家的孩子死里复活。你只要肯，我找到一个重点：任何人只要肯，路是人肯出来的，路是人肯出来的，就彰显上帝的大爱、全爱。 上帝可以透过这个外邦寡妇，他肯透过以利亚，他肯让饥荒变成不缺少。路是人肯出来的，人间的历史也在说明相同的事件。美国的创国元老当然是华盛顿，但影响更深远的是他们第三任总统，叫华盛顿。两任之后，第三任总统叫泽斐逊，他们是 Jefferson 他呢写美国的宪章。 影响到美国的立案，美国的整个宪法，一直到林肯黑奴进去才修订，活着仍然是泽斐逊所定的。我们看看这个人呢，就是因为肯被上帝用，成为美国这么重要的开国元老。他在中西部在执政的时候成为总统，执政的时候呢，有一天到中西部，带了十几个人马，结果呢下大雨，雨大到一个地步呢，让桥被水冲走了。 他们十几个人要过桥，桥段只有一个方法：骑马、策马渡河。渡了几批之后的侍从官，这边有一个陌生人不跟他们同伙的，他就问泽斐信先生：“你可不可以让我渡马？渡你的马载我过河？”泽斐信总统毫不犹豫，请他上去。两个人一坐上去，侍从官心就麻了，因为你知道两个人。 渡河更危险，呃，马到河了一半，快陷下去。两边侍从官，四从官非常担心。好不容易到了对岸，一跳下来的这个陌生人呢，侍从官就来问他：陌生人，你胆子那么大，你竟然找总统渡你过河？这个陌生人大吃一惊，哈，他是总统啊！我不知道哎、欸，我如果知道他是总统，我哪敢找他的？ 释重宽就问他说：“那我们在那边河的那头十几个人，告诉我，你为什么单单找这个总统，不找我们十几个人？”他说：“很简单哦，在那边的时候，我看到你们其他的所有的脸上都写了两个字，no，n o，只有他脸上写了三个字，y e s，yes，肯。S, yes, 路是人肯出来的，生命可以转弯的。” 你从这个剧情就发觉有六个原则，你万一碰生命碰到要转弯，第一个原则，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你要知道你在走尽头了。当以利亚告诉你说，你求你用器皿拿点给我水喝的时候，甚至叫你给他饼吃的时候呢，你要承认说我没有饼。 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的，死就死吧。我已经没有路了，要肯承认自己快绝路，不要不好意思。你要觉得我没有路，上帝才会开路。只有你不能，才能彰显上帝的全能。马丁路德讲的对。 饥饿是最好的厨师，C.S. 路易斯也说的对。我们的财产是我们的缺乏。马可福音第八章，四千人饿了三天，耶稣就行了神迹。耶稣可以行神迹的，你饿，他就帮助你。你有困难，肯回头向拿厄米，知道我跟我先生移民到伯牙，这是走绝路，归回面子不好看。 你要肯承认，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就像浪子，跟爸爸抢遗产，爸爸还没有死，跟他分遗产。到外面呢，花天酒地了，钱花光以后，才发觉我怎么笨到一个地步抢猪吃的。回想起来，爸爸家里有粮啊，我回去当他做苦工，不会像这边那么可怜，跟猪抢吃的。一回头，人的尽头才是。 神的开头。第二，神在哪里，恩典就在哪里；神在哪里，恩典就在哪里。有神，乌鸦会叼肉给以利亚吃；有神，面你呃饼面坛里面的油面都不减少；有神就有神迹，有神可以过红海，可以有神可以。 十个神灾，有神可以有马纳吃，有神可什么事都会发生在上帝没有完成的事。有神呢，你会发觉这个寡妇经历到职能不灭定律被颠覆了，物理学家的职能被不灭定律被颠覆了。其实耶稣也颠覆过很多医生不能解决的事，很多医生瞎子不能解决的事，耶稣医好瞎子，耶稣赢过眼科医师。 耶稣研过骨科医师、耳喉鼻科医师、皮肤科、妇科。有耶稣，有神，恩典就在哪里？神迹发生在有神的地方。不要怕没有消费券，不要怕快饿死。神的儿女有上帝，不会有人饿死的。只要有神，你有没有寻求的同在？如果有神的同在，其他环境。 会改变，生命可以转弯，可以从山穷水尽到流啊！因此，人生最要紧的是找到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神在哪里？这个寡妇经历到呢，职能不灭定律的被颠覆，因为神让大自然定律被改变，甚至胜过食物营养师会吃完的，没有想到是吃不完不短缺，因为有神就有神机。第三。 撒网在信心之处就有鱼，撒网在信心之处就有鱼。以利亚对这个寡妇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时雨降在地上的日子。”这句话，妇人听了，有信心了，用信心去撒网，放在上帝所说的话。 他听了，做了。这个信心其实比乌鸦听从上帝的话，叼肉给伊利亚，其实更难。第一个神奇跟第二个神奇，出发点呢，第一个神奇呢，乌鸦叼肉呢，跟以寡妇东西送给伊利亚呢，差别在哪里呢？乌鸦是动物，寡妇是人。人有一个麻烦，自由意志。乌鸦不是人，没有原罪，没有自由意志。 你要凭信心听从上帝透过先知所说的话，那个男的就是这个寡妇，那他听，因此呢，乌鸦掉落的神迹在他身上也照常发生。原来我们要听从上帝的话，超过理性主义。我的脑筋过不去，我如果从我职能不灭，吃了送了就没有了。果然儿子会怕儿子死饿死，不能行母爱。但是呢，你如果。 透过上帝所说的话听了、啊，神迹就会发生。就像刚所说的，耶稣胜胜过所有的医生，甚至耶稣胜过所有的大气科学家。一句话，风浪就停息；一句话，他就在海面上行走。在以海面上的行走，让所有的力学家，包括牛顿呢，大吃一惊。这种神迹，有神就会有神迹。 你如果听从上帝的，听从他，上帝如何吩咐，他叫你给出去就有余。他果然呢，给出去，不要被困难阻拦阻了。有一句诗很好很美：山高难遮日，山再高不能把太阳遮下来；竹竹子很密，难阻水；竹子很密，不能影响妨碍水的流通。 困难不能挡住上帝的能力，撒网在信心之处就有鱼。第四，怎样给人就怎样被神给；怎样给人就怎样被神给。以利亚告诉寡妇先给出去，果然这个寡妇呢给出去，正如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二节所说的：“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你给出去。” 上帝就必有给你的。格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凡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有的。寡妇给出去，上帝给他更多，甚至要叫,叫他的儿子吃力复活。耶稣叫那个无柄恶语的那个小孩子给出去，果然神机更大，不止他喂饱，另外五千个人大人喂饱。” 文革时代，有一个弟兄，他呢是煮饭的。家庭聚会时间到，带了很多东西到桌子上来，就去聚会了。他呢一看，桌子上这些东西怎么可能喂饱这么多人呢？他是个专业厨师，就知道这不可能的。但是，可是只好怎么办？他们一去聚会已经尽力了，硬着头皮把这些东西通放在大锅里面煮。 煮完以后呢，聚会时间一结束，这些人就围绕这个锅子准备吃饭。他也只好硬着头皮祷告。一祷告完，拿了铲子、勺子挖下去一碗装回来，锅子里面的水平还是这么高，这么高。挖第二碗下去还是这么多，第三碗、第五碗、第十碗、一百碗。 神迹照常发生，五五柄鳄鱼的神迹会发生。你只要肯给，怎么样给人，就怎么样被神给。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如果你肯给出去，就像这个寡妇，他给出去，自己呢反而够吃，以上帝更恩待他。所以在贫穷的阶段的时候呢。 你要学习以利亚，他乌鸦叼肉给他；现在是寡妇给他。这个寡妇呢，其实上帝早就告诉他了，在十七章第九节，上帝告诉以利亚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沙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了。”原来上帝已经让寡妇吩咐他，让他供养以利亚。现在透过以利亚的话，他果然相信，他被建立起来。 他给出去，凡给人的，必有给你的。内地会创始人戴德森是个医生，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呢，有一次去探访一个生病的小孩子，他一眼睛看过去就知道，这个小孩子需要的就是他口中的一点点钱去买药吃了就好了。一边为他传福音的时候呢，圣灵感动他，你把口中的口袋里面的钱给他，他在挣扎。 我家里的孩子要吃哎、欸，你知道戴德生他有一个女儿死的，心里很痛的。我如果给出去，我这个女儿会不会也死啊？圣灵感动他，你一边讲了东西，顺便把口中东西、口袋的东西给他顺服了，给了那个小孩子的爸爸去拿药以后好了。他回到家，接到三个月前从英国寄来的一百磅英镑。 全知的神三个月前已经派人供应你现在三个月后的值的需要。三个月前，他的上帝已经知道你今天需要，你只要肯给，就有给你。因此，内地会帮助整个中国教会，是因为他肯给，肯给。你说我什么没有？其实上帝要把你有的给出去，怎么样给人，就这样。 被神给，这是第四个原则。复习前面的几个原则：第一，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第二，神在哪里，恩典就在哪里；第三，撒网在信心之处就会有鱼；第四，怎样给人，就怎样被神给；第五，神机留过顺服神的器皿，神机留过顺服神的器皿。 这个寡妇听从先知的话，还包括听从呢上帝的话。他发觉这个先知所说的话，就是跟上帝所说的话一样。听从之后呢，神迹就会发生。你如果听从上帝，神迹就会发生。包括以利亚，以利亚听从上帝的话，叫他到基利西旁。到理性脑筋来看，基利西旁谁可以东西送给他吃呢？上帝派乌鸦。 给乌鸦请不欠人情比较容易哎。对以利亚来说最难的事情是，我要去给一个寡妇啊，而且寡妇呢喂他的时候已经先说了，我如果给你饼，我们吃了以后就死了。我如果是这个心思，我会觉得我很不要脸我怎么可以继续跟他说你先喂我呢？不要惧怕，我不是欠他人情吗？我发现以利亚这边是 弯的低低的顺服上帝，超过脑理性顺服上帝的话，因此人家都快饿死了。上帝这么说，因此就请他先给我吃。他看神情超过人情，他肯。就像泽菲辛、泽菲辛总统一般，你我像摩西肯，我们像保罗肯，就像加拿婚宴后来玛利亚顺服耶稣所说的，告诉仆人所说的话，告诉仆人你们就倒水就对了。 任何人肯，神迹就会发生。神迹来自顺服。以利亚顺服，虽然超过人情，神情让寡妇呢更多，也没有亏欠寡妇的人情。神迹流过顺服神的器皿，这是第五、第六。只要人肯，就会经历神能；只要人肯，就能够经历神能。 十七、十八、十九章，十七章是上半场。上半场，一个人的后半生是由他前半生的习惯所做决定的。十七章，上帝预备他在基地西旁，在西顿。为什么在西顿？因为亚哈的大本营，亚哈的妻子耶喜别就是西顿人，在十六章三十一节。所以，上帝先透过以利亚。 基利西旁喂养他的乌鸦之后呢，现在去了西顿大本营灵界的征战，因为亚哈整个北国耶罗伯安之后的亚哈，这些后面的堕落呢，是跟耶喜别有关，是西顿来的，所以上帝先要以利亚先到西顿去经历属灵征战，所以十七、十八章经历之后呢，才敢十八章对四百五十个拜巴力的假先知呢挑战，他肯。 你我要像以利亚一样，你要肯，就会经历什么呢？以利亚的三个字啊，以利亚虎，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上帝是神，上帝才是神。因为你是八章之前，你经历到上帝即使在卑微面里面的神迹在发生，乌鸦听你的叫死人复活，四百五十个拜巴利的先知呢，当然是假的。因此你敢挑战任何人，只要你肯。 像以利亚被上帝用，就可以经历神。而且你肯就成为别人的祝福。你愿意成为以利亚吗？好让寡妇快饿死的人可以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吗？到上帝面前来祷告，低头，亲爱的主，帮助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顺服你，屈服在你的主权，超过人情，超过我们的脑筋，超过自由意志。 尊主的名为圣，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的管道，荣耀尊贵神机都透过我们所经历到，归给天上的神。奉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祷告，阿门。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